相对其他镜仔兄弟 ，Eden 系比较迟单飞出歌嘅一个，出道第三年，旧年一月先有 solo 歌。E 先生年华不幸。曾如获至宝，千金也不换。不过迟嚟快上岸啦，喺 YouTube 出咗一日已经有20万 hit rate 啦，两个礼拜之后仲突破埋100万添啊，上埋全年第一，惊人数字啊！意唔意外啊？好意外啊，好开心啊， feel 到一班爵士终于等到偶像出歌是几咁兴奋啊。去年 Eden 出了30首单曲，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，还等什么，我会信用我都来陪伴这可爱派。其中两首 MV 在 YouTube 的 hit rate 都是排头三位的，成绩这么好真的不要让他停啊。 Eden 靠实力走上颁奖台。2021年绝对是一个 E 先生年华幸运事件来的，很幸运地得到大家认识，得到很多不同机会，但同时都更加清楚自己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，真的不够厉害的。那我希望我一定会继续努力，希望有朝一日大家会真真正正咁样认同我哋，同埋大家一定要继续留意广东歌，支持香港乐坛。Thank you。系叱咤同新城颁奖礼都拎到唔少奖，作得、弹得、演得、综艺得，一个全能嘅偶像派 Eden 李俊文。森美讲得啱啊， Eden 真系一个全能型嘅偶像派啊，佢啲情歌咁有 feel。我过得并不好，但是我会活着。唔讲真系以为佢失恋噶。仲有 ，Eden 唱得又弹得。钢琴 OK。提琴 OK， 朗诵都一样 OK 噶。而不去用歌和吻去挑逗那些迷人。大学嘅时候跳舞都唔错。影到咁，咩女都俾你沟晒啦！系啊，你点知噶？中学嘅时候 ，Eden 已经好受师妹欢迎噶啦。睇完《交战》同《大叔的爱》，都发现 Eden 冇乜偶包，又玩得。佢可以直播自己食蕉，你就知佢咩料啦。连前辈吴君如都及中佢，识搞笑呢方面啊！同佢拍完保险广告之后，再揾佢拍自己监制嘅喜剧《合家辣》。正所谓一不离二，之后木田 CP 又再合体啦，拍住毛舜筠拍新戏，过时过节，仲俾人偷拍瞓觉相，证明佢哋嘅拍摄气氛系几咁融合啦。Eden 仲拍咗公司开嘅游水剧《I Swim》，操出一副好 body 啊！其实 Eden 旧年个势真系好好噶，净系广告都28个啦，似乎镜仔好快又多一位成员可以买到楼啦噃。